친구는 总共在那喊啥人的，他不在你这段时间，你倒长了些脑袋，所以我才把我认得的都跟他加了。不晓得这个会给你带来困扰，实在是对不住。郭立明，我问你啊，这半年我变了。人都是会变的嘛，不说你，我感觉我也变了。我跟我舅困在伐木厂的时候，认识了一个叔，他人特好，对我舅都特好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。他让人害死了，他那尸体就挂在工棚外面那棵树上，我一出来就看见了，我看着他，他也看着我，我知道是谁的，我想把那个杀人凶手千刀万剐。想哭，但是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，太奇怪了。看来我舅说的对，我是变了。变就变嘛，然只会越活越接近真实的自己。你说撒边铺确实乱，也确实危险，但是越危险机会就越多，挺适合我的。上周三的时候，我们毒发死了一个摄影师。尸体就丢在我们干邑市门口。后来毒贩割了那家人，折合人民币加刑8万块钱，8万块钱已经很多了。秦国，其实撇开你就不说，我觉得你留在撒边坡挺好的。真的，再说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。蔡叔，蔡叔，蔡叔，喂，你说，来。对吗？还得靠谱对吗？啊，挺好的。嗯，要回国了吗？
啱噶啦，你哋國家而家啲醫療設備咁先進咁成熟，早啲送你舅父翻去，等佢再康復。是，但是我不是还欠着您钱的吗？系喎，你欠我钱嘅喎。割水红佢那个膜啊，好值钱嘅都。你冇计过值几多钱？嗰两件事系你帮我嘅喎。啊，如果计得咁清楚，应该系我争你。啊，我争你唔少嘅咁样搞法。喂，点啊，海生？哎，蔡叔，陈会长终于抽出功夫了。周三晚上大赦宴席，宴请艾索长官。艾索翻咗马鞍镇啦。啊，那这你唔早讲嘅，艾索就将件事交俾全权负责。我哋约好时间地点再联络啦。蔡叔，嗯，您真要替艾索去跟他们吃饭聊事儿啊？是不是有点没必要？哎呀，你带我去啦，好吗？我都想唞下，搵人带我去。艾叔啊，佢发觉我用嗰条路嚟走私帮生意运私酒咯。哎呀，人在江湖啊！念念相识，无有间断；生于一夜，无有疲厌。你有冇听过呢几句说话？知唔知咩意思啊？你当初嚟呢度系为咗乜？为咗揾你舅父系咪？而家揾翻你舅父啦，愿望达成啦，系咪？唔系应该翻去？就因为呢件事，我发觉你一个好可取嘅性格，就系一旦定咗目标，你一定要做到，唔理几辛苦几艰难，你都勇往直前。呢个正正系愿行合一。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；身如意业，无有疲厌。嗯，鸡蛋，留在路上吃。谢谢哥。你放心，用不了仨月，钱准能凑齐了。财叔没规定时间，
之前申鑫跑别人水里的钱已经出了账了，工程合同还有营业照这些押解只是走个过程，财叔完全相信申鑫，省下了钱不着急，错过了慢慢还。你肯定还要回来一趟吧？为啥？那些证件机会看肯定没得你个人回来要稳妥嘛。你是不是舍不得我走？是啊，我会想你这个小憨狗垃圾中。好，那我就先送到这点了。晚上我还要去找财叔，他找了一个陈会长吃。谢谢啊，谢谢你这么老远来送我们。回去好生养伤，舅舅。好。再见哥，爹。再见，哥。二三，你们干嘛？在边呢？哎呀，财叔，不好意思，我这里临时有事情去不了了。你搞一下急了？哎，别，财叔，有什么事情你可以随时打给我。关键是陈会长难得有空啊。哦。财叔，申鑫送回去了。嗯。快进去了。我等会儿再高兴一会儿，你们两个在这里随时盯着的电话。啊，啥情况？吴海山不来了。财叔，欢迎光临啊，里边请。哎，今天一哥客人那么大啊？啊，毛总不想被人打扰啊，不是展会长请客吗？会长临时有事儿，今天我来陪财叔。答班的财叔，请。小赵子，你爸爸的香烟胶呢？抽叶子没丢？抽了嘛，天天熬棚也毛生的很。九十月份给你放假，回去帮你爸爸过交。是那套子哥，阿星哥真的走了干。啊，哥老杨。啊，我认不得，他人还是好的嘛。他不是见着我了吗？走了太可惜了。你还爱管闲事。别个回去自己的国家，中国不回去才是可惜哦。你看那电话，我迷糊。好呢。来来回回多了，大家都烦。今天咱也别装了，你痛快的把那条路交给我走木材，大家合作愉快。路不是我的，我答应你也没用。还嘴硬？艾苏不是全权交给你了吗？一次在林场，一次在医院，两次给我下手，看在生意的份上，我都忍了。这是你纵容我的。
确定一碗这么大吗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。你确定要玩这么大吗？哎，来，等一下。这个人是我手下之一，对我不重要的。但是我告诉了帅哥，谈生意不是这样谈的，你搞出人命了，我们怎么谈下去？怎么谈生意还轮不着你叫啊！说吧，什么条件？啊，我就说的，两个点，两个点，可以放人，放人？你当我傻啊？现在就带着东西去马牛镇，艾梭什么时候欠，我什么时候放人？这个爱说不会签的，四个点。多少？四个？四个点，爱说开出的底线。我不管他开出什么条件，就按我舅说的两个点，你去搞定。那就没得谈了。安，你以为今天走得了吗？四个点，两个点，四个点，还用放啊？两个点，四个点，两个点。舅舅，舅舅，没人敢管你，我来管你。陈浩，陈浩，你够了，够了，你够了！那些人欺负他，他不能换颜色吗？啊！何况他是为了你。这些地痞流氓什么手段？你忘了？阿爸他爸怎么死的？你都忘了？你穿了几天西服，别人叫你会长，你就真把自己当死了人了？你先给我闭嘴！是你自己亲自说的，我们有今天不容易，耍脏手和下三滥有什么区别？你不光不教育他，合着伙来骗我。他今天有下三滥这个样子，是你愿意看到的，还是天上那个姐夫愿意看到的？闭嘴！我爹，你姐夫，我哭哭哭！出了事儿就知道哭。我再问你，新阳光基金给你多久了？啊，打回来重新审计多久了？自己那破事没管清楚，别在这儿指手画脚。还有你，混蛋玩意儿！妈西门子，你来干什么？兄弟，来干什么？兄弟，兄弟，兄弟，过来看，桌子可被你搞哪样了？啊！兄弟，你冷静一下，你让我跟蔡叔说两句话行不行？你让我说完了你再揍我，让我说完。好不了，
情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我是被毛盼利用了，我上了毛盼的当啊！蔡叔，我怎么可能害你啊？蔡叔，你想想，蔡叔，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啊，我是在回魔矿山的路上，沈星给我打电话，告诉我你在香龙国际有危险，让我赶紧通知陈会长，我才晓得这个事情的。哎，蔡叔，你想想，我如果要害你，我会打电话给陈会长，让他来救你吗？对不对？蔡叔，真的，沈星给我打电话，我才晓得的。沈星打给你啊？你要不相信，你把沈星叫过来，你一问沈星你就清楚了，真的是这样的，蔡叔。沈星回国了。米哈里料，passport 米哈里料 ，black， 拜，咋回事啊？受不了了，怎么了？啊，我查了阿星在三边棚的档案记录，他上过一次通知的，有钱钱不还不用搞的，那告状的就是那个八字哥。哎呀，总之这些指控不小，你不能理解。那个钱我已经还上了，蔡叔帮我还的。而且已经过去好久了，肯定从销案了。法院的指控没得人，你笑过。那怎么办啊？我们马上就要回国了。就走流程嘛，先找八字哥把那指控撤销的。多长时间？这个就不好说了。那现在我都已经过来了，他都走不了，那怎么办啊？老沈，你冒急嘛，照我说嘛，你先回去。张哥那医疗条件好，你赶紧回去治脚。沈星就留在这边，一边工作一边等流程。啊，来嘞。歪说歪了，不来。哎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也不知道啊，舅。不来。舅，要不您先回去把腿看了，我把钱打给您。不要你的钱。咋了？你留着自己花吧。你要是学坏了，一辈子别来见我。沈星，你记得我说的话，别相信任何人。你赶紧给我回来。请你送过去，你舅舅也在老马车上了。放心吧，你舅舅只好就彻底没得事了。他就是担心你，是我们话也不是那个意思啊。我知道，我比你了解我舅，就刀子嘴豆腐心。嗯，也辛苦你了。那咱明天啥时候去校外了？我跟蛋拓说一下，让他接咱俩。你先不要这么着急啊。我就都回去了，我能不着急吗？我不是说过，指边的八次效率，你觉得可行啊？总之我会定金的，你就放心嘛。哎呀，哥，不要。哎，我来之前，在秋鹏的卫生部办事。我看到那个香龙商会的陈会长，他好像在和一个伯伯帮的治安官要他辖区内的一条密道。这条密道，蔡叔可是也在跑。嗯，对。嗯。你刚才说那个陈会长，嗯，你在哪儿碰见的？秋鹏。不对啊，他这会儿应该在大区林啊。他今天晚上要和卫生部的官员应酬，就在秋鹏坑那点打球的。报告。喂。是吴老板吗？把医院所有的费用都挂在小龙国际。明白。再说，对不住。
进一步说话。哎，秦桂家，我本来就是这个中间人呢，就是你能不能把木头烧出去，还说能不能把卖路的佣金拿到手，不关我事。但我的人却转进来，家无往的宅。啊，我知道我们大班是上门守护，但你要接的路是麻溜镇的，挨手办事有挨手的规矩。三叔啊，今天晚上的责任全在我。老潘，我已经教训过了。哎、陈奎强，受人之托啊，忠人之事，我本人没什么需要。四个点太多了。嗯，这样吧，明天我亲自去趟麻牛镇。当面和艾索谈。陈奎强啊，已经过了谈事时机了。这事本来非常简单，艾索受了葛水红，这事就定了。我本人非常尊重陈奎强，但毛盼是陈奎强的外甥啊。我们谈的是生意，混杂着这么多个人恩怨，这个生意怎么谈？是的，陈奎强，你们做生意的主要目的是赚钱啊。但陈奎强，你们不是来开工厂，你们是来伐木的。山边坡的林子大，没错，人也确实不能合死在水里，但生根发芽不仅没有苦头快啊，对不对？麻柔镇的人对此是有感受的，你跟他们做生意，让他们赚钱，也不能剥夺他们对此的感受呀。蔡叔的意思是，一点余地都没有。什么是我的意思？艾硕的意思是，你六他四，没第二种可能。他还说啊，若生意是个长久的关系，若陈会长你觉得勉强的话呢？财叔，财齐了。哎，唔要咁多啦，分啲俾啲兄弟食啦。嗯，谢谢财叔。财叔啊，这次政治都麻烦，哪样好处都不由得，但是有点说不过口噶。
食不言，寝不语啊！啊，食不言，寝不语。我不懂噻，我就是想说，兔子哥还真是阿忠噶，医院不都说下周能不能出院？咁你去打电话问清楚嘛。哦，好啦。即系拎走，拎走，拎走，全部拎走，全部拎走。哦。蔡叔，投资高二店下周三出院，都谁来接亏了？蔡叔，我去吧。边个去咪一样？你准备翻嚟啊？他刚刚说，他要回来把耳边碎泡完掉。你可服了？他平安回国了，我是有了新的想法。怎么想？就是把边水跑完啊，把欠您的都还上，善始善终。想清楚了吗？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；身与意业，无有疲厌。这是您教的。哼。不要门花的，再给我耗下去。说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嘅。吴开山话你打电话俾佢提醒，我呢边会有危险嘛？对，嗯，我在出关的时候碰见了那个决心吞警官，他告诉我他在区碰的卫生部见到了陈会长。可是我记得拓泽跟我说，说您和陈会长要在大区林吃饭，所以我就想到里头肯定有诈，一定是毛攀那小子搞的鬼。我舅舅那个腿就是毛攀害的，这个人报复心极强，非常危险。我也跟拓泽哥说过，说咱们最好和他保持点距离，以免他搞事情。对，好啦，你舅父平安无事翻去啦，咁以后可以安心跑埋个边水，之后想做乜就做乜啊。嗱，既然決定留低，咁我留低噶啦。哎，这次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蔡叔，吴老板，这新供桌真漂亮啊！这不是在周兵那个伐木厂弄的吧？这有可能啊，还是你亲自伐的嘞！哇，我们要给你们家去了。沈星啊，来，这个送给你。哎，拿着拿着，哎呀，这次生意能够促成啊，
工在达班，劳在达班，所以我给兄弟们准备了一点心意。财叔啊，还有一个好事情，这几次啊通过接触，陈会长对于财叔的能力那简直是全方位的了解啊，所以专门叫我来请财叔到向龙国际做客呀。哎，要把你们好满意呢，但托啊我把你运动。哎，财叔，这次是陈会长亲自发话的，而且我也会去全。闭嘴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佛堂啊，有什么在外面没喝没聊？哎呦，财叔这个演技啊，哎，刚才把我吓一跳啊，财叔。放你放你，这是谁放？哎哎，财叔，我啥哩？咱俩要是来不及了，我就外面吃了。你赶紧来吧。行行，我尽快。熬龙也包来，并不爽。托雷哥，我接你来了，没想到吧？你啥子情况？你咋回来了？咋？不欢迎？那我让细狗接你。你装那样嘛？我都出院了，你还买水果来？不是给你买的。姐姐。你哪是马儿？还没完了是吧？闪心，你不是跟着阿叔回国了吗？啊，我没回，正好我听说你留在这儿照顾西托昂，我又买了点吃的，你给带过去呗。不要。为啥？很多天了，醒不过来。曹大哥，没得问题了，嘎？没有问题。财叔，你说，明天估计还有个把钟头，没那么紧了。这么贵啊！你这次可以回来，我真的没想到。你舅舅还是妥协了。他们俩怎么进来的？啊，不是，谁让他们进来的？啊，会长请他们来的。请的是那老头，没说他的狗也能进这个门。毛总，你喝多了，滚！哎，装听不见呢？啊，老子跟你说话呢，你听不见是吧？哎哎哎、啊，哥，没事，喝多了，喝多了。
害怕了，啊？来，我带你们去游泳。哎哎，等等等等，停！喝多了都是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毛总，毛总，干什么？别！怎么了？哎呀，毛总，会长马上吃完饭了，宴会要结束，马上出来怎么办啊？对不起啊，哥，都是误会。哎呀，走，哥，你坐着，坐着，你快坐着吧。看嘛，你舅舅担心也是没错嘛。你那么聪明，肯定晓得这点就是这个样子噻。我能这样子对别个，别个有可能这样子对我。这种事情，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。你能回来，我很开心。但是我还是想跟你说，这三边坡，你该不该，能不能承受这些东西？托子吧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们是不是都觉得我是为了钱才留在这儿？我留在这儿，一个是指控还没有销案，再一个是因为你们。我舍不得大班的兄弟。浩啊，阿潘对周兵那边的业务好歹也算熟悉，现在伐木厂回来了，销路也通了，让他回去，毕竟是自己人，怎么都能帮到你的。我的二姐啊，你就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，你。可是那，怎么也得让你外甥有个着落呀。怎么着落呀？出了这么多事儿，你把他推给谁就是得罪谁。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找工作的事儿，是教育的事儿。你啊，实在劝不回去，就控他一口，让他继续教训。你就别这么焦虑了。你这样吧，你给我说一下那个基金的事儿。新阳光放进薄膜发展基金的医疗板块，确实是最快的选择，预计下周就能完成登记备案。哎呦，哎，会长，很好。姐，海山啊，这个私募的事儿你感兴趣吗？啊，当然当然，不过千万不要给会长和陈总添任何麻烦。他呀，前前后后帮了很多忙，而且。你现在就带着他对接一下，先紧着他。好。登山借水讨生活，哥没有梦想太多。Get some money, make some money, scare money, don't make no money.
加班，骄阳灌木又美的河滩，华美的宝石大的就像鹅蛋，载歌载舞在每一个夜晚。这里是大班，还缺水缺电缺颗门牙，想看电视先要装个雷达，匮不匮乏都算精华，但别轻易照着爹妈在跟荷官，小心现金花完了让你拿单，最符合理不是竹筏就是竹竿，饿了就去摸鱼也不会麻烦。我来介绍大班，不管你说的英语日语还是中国话，这是深藏不露的交通枢纽，难怪跋山涉水的人们都在领略它。欢迎来到大班，这里会让汗流浃背多一丝的清凉，忘掉生活里那折磨你的庸常，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的疯狂。 I represent 大班 represent 生活就像是舞台剧， I represent 大班 represent want some good shit follow me， 靠山借水靠生活，换这杯还是麻烦些喝，喝这个可不是个拉子的些喝。哎呀，喝多么害羞啊！快来一杯，快来一杯。Leave the high light， 我讲真，花钱的动作我像人，哈，嘴里的火药平时十分的内敛的，遇到不公就爱喷，遇到机会也爱争，但是通关过路只能去找昆才商议，或者去找酒糟鼻的油灯，没事悠哉悠哉，干嘛引火上身？坑蒙拐骗可别过来沾边，这是大班的 fuck creators， 不懂规矩找条狗去买，他会给你提示这个地方哪里风大。哈，欢迎来到大班，玩家的天堂也是 hustler 的学校，哈，这里就是大